好，来继续来看这款的行为，恐惊是欠妥当了。高雄的南麻坑一个爱心的物资站，进前有一个二十多岁小姐，做一届工搬走掉两箱的这个罐头，这两箱要4500块。啊，最近有一个太太，做一届工提走掉21个便当。结果当天有妈妈爱着红孩子要来领便当，却全领无。站长甲志工拢真愤慨，讲安尼根本就是提走着别人的希望。啊，实际找到这个太太，伊讲伊无提遐尼济便当，啊，若加提便当，嘛是搁提给有需要的人。福建人来到爱心物资站，一碗提一碗，放伫菜篮内底，经来经去，看到哪满，刷只味来继续提，一直到菜篮、涂骹、阁有身躯边两个大塑胶袋啊，拢提满，一口开扫二十页便当，才载着食物牵脚踏车离开。不过，伫福建人领走二十页便当了后，已经剩无偌济，和其他有需要的人要来领的时阵，拢无领到。看到人家拿东西。没有拿到，没有半点东西可以拿，他也是很心寒啊，也很为那个带小孩的。天气真寒，今有需要的人吃袂饱，厨房加准备菜色和肉来包便当。南麻坑爱心冰箱站24点钟拢开放，本来拄到爱心餐红扫了了的状况，已经不是头一摆，有的反省不是家己真正有需要的。是有一些是你看他的外表，应该是不太需要。可是他也是来拿，而实际找到影片中的妇人，他否认一口气扫光便当。我实际上是提大个，那就是提袂讲，我今仔甲提有需要的人，我不是讲提来阮讨价。钢管不好啦，因为毕竟还是要留给需要的人。伊管遐济，伊嘛爱分人工。今年八月，一位福建人前后搬走两箱无熟的罐头，价值4500块，佮提走17个便当。即摆佮拄到福建人，即摆扫21份爱心餐，无限制领物资的条件，煞有人高付遮爱心。爱心餐无互珍惜，嘛等于是提走真正有需要的人的珍贵资源。